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呢是第十届春兰杯世界围棋锦标赛16强战的一盘对局。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古力和韩国的李世石。这两位棋手可以说是冤家对头，而且前不久呢，这盘棋是在3月28号下的。3月23号的时候，他们刚刚在中韩对抗赛上下了一盘，好，王老师，所以说还是挺巧的。对，小秋，你这个说得好，我觉得应该非常感谢古力和李世石，他们两位绝对的这个中国的男一号和韩国的男一号，他们共同出演的这个大片啊，哎呀，真是每一次都很精彩。对，而且呢，下这像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盘棋之前，之后还有他们十番棋的精彩内容。嗯，看起来2014年的故事。我看这个主线还是古力和李世石，没错，是吧？就他们两位棋手相遇的时候呢，总是会擦出一些火花，而且这棋啊总是下得很精彩，很好看。对，所以棋迷朋友们之所以喜欢他们俩的对局，这也是有道理的。对，但是他们的棋呢，我觉得我们通过看他们的招法背后还有更多的内容。实际上，有的时候也许优势和劣势很早就确定下来了，优势和劣势确定了，胜负没有确定。优势劣势确定了之后，但是后边还是会，劣势的一方会翻江倒海。嗯，有很多起伏。对，我们如果一般程度的看他们的棋的话，我觉得得到的这个乐趣是不够的。行，那我们就开始聊他们这盘。因为春兰杯呢，上一届的冠军是我们的陈耀烨吧？对，是的，是的。啊，陈耀烨就是击败了李世石。那么这回在这个16强战的时候，他们两位又狭路相逢哈。嗯。你看这个开局的造法都很漂亮。然后先挂一边。先挂上边。嗯。白棋小飞。小飞，然后再挂一边。再挂一边。跳。李世石跟着应。古力是黑的，李世石是白的，然后古力把三连星连成一片，这个圆好像是说啊，我两边推进，你看两边推进，然后呢再回过来把它连成一片，这边是我的，这也是我的，这也是我的，那白棋就挤到左边一边去了哈，这是调侃。对，这个速度快，是的，是的，这是黑棋强调速度的一种布局吧。对，但是速度非常快的东西呢，安全系数又不够，它是一个辩证法啊。行，我们接着看白棋李世石挂角，黑棋一间家，这个老定式。我们接着看，很快就会带来话题。那么白棋爬回去，古老的三连星的定式，长一个，白棋贴起来，这是有的。那么黑棋冲，虽然说是古老的定式，那么我们的棋友当中呢，可能并不是每一位都很了解啊，请大家注意，这个冲完了之后要断里头，这道棋不能断外头。断外头肯定会被白棋吃掉。对，吃掉就亏了。典型你断哪边就吃哪边的一个下法。吃，然后再吃。啊。必须要提。下边一道棋呢，何去何从？两条路，一般的呢，搬这个头。对。是一条路。然后白棋打吃。对。然后黑棋打一下。还吃一下。白棋提掉。黑棋有补的也有不补的，还有补之前要打的也有不打的，是吧？是，这是一个下法。那么实战呢，最黑的一个下法呢，就是连根撅，他把它长出来了。对，下一招棋呢就带来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李世石呢选择的是挺头，白棋这招棋挺出来。那如果说不顶头，不挺头的话，王老师他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对于挺头呢，第一感呢是这两个棋子的头比较硬，是的，是不是啊？同时对这个景气三子头呢有些威胁。嗯，但是对这个景气三子头的威胁呢，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它是理论上有。你比方说黑棋随手一走这个，然后将来演变下去，有一天白棋突然一扳，是吧？那么你挡。它一断，哇，它咔嚓一断，这个景气三子头的缺点就出来了。嗯，但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不存在，因为人家黑棋顺手一扳，你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它再走这个，这就没有了。是的，不存在那个扳断的问题哈。现在，那么挺头呢？我们知道和另外一个下法相比，它就是比较紧，但是速度不够快。哎，我觉得呢，李世石九段他这个挺啊，我觉得可能不如跳好。
跳一个队，就是你暂时想不要也可以。将来他锄头挖进来要吃你这两个子呢，叫莫须有，不见得能吃着。那挖这个的话，白棋可以打的。对，打。接上。接他也接上。他可以不走，要走的时候他连根接。把这个棋筋可以接出来。对，哪怕他你立刻就挖也可以，然后你再断这个，这个搬一下放着也没关系，那就往那边跑跑就行了。跳一个吧，对，随便跳一个。对，高的低的均可。你黑棋好像没有机会来抱吃这个，没功夫抱吃一打那边下去，是你那边要走，他这个再长出来是先手。你这个，所以这个挖呢不存在。是的。既然挖不存在，那是不是跳比长活动一定要大一点？是吧？这是第一个。关键和之后的一个定型还有联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李四十九段呢，他确实是对棋子的这个活力。小秋，我觉得这样来表达，每一个棋子它是一个活体。是的。那么像李四十和古力他们这样的高手，他们这样棋风的高手，是对棋子的活力啊，那个嗅觉太灵敏了。这个我们一般下棋的棋友呢，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他们的大砍大杀和别的又不一样。他非常重视每一个棋子的这种善于捕捉每一个棋子的这种活力，所以他的运用是非常独特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非常重视这两个棋筋的活力呢，能不能够思想再开一点，就是跳一步。我觉得其实这个重视棋子的活力呢，来源于他对棋深刻的理解，而且你要看到他很多盘棋之后，你才会有这种印象。那王老师显然是看的比较多的。我是经常在学习他们啊。我们接着看，实战呢，李世石是长，那么古力当然这个是小儿科，送走一搬，搬完了再走回来。然后李世石突然不走了。是的。因为上边按理说啊，你要走，对，他应该是要拐跳一个，怎么要走一个吧？还得走一个。啊，或者这之类的吧。温吞水、这个叫温吞水，对他们来说啊，他也觉得这个对不够紧，对这个太松懈了，没劲没劲，所以他根本就脱先不走了，保留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其中呢，也许周围的气象条件许可，他就直接到这儿了，是吧？将来有一天你走到这儿，虽然这个子还是不如在这儿好，那么他也可以转战到那儿去了，他有这种可能。啊，所以他保留了。我们来看这棋非常有意思，他的卦。所以他们两位的棋确实好。哎呀，春南杯这个冤家路窄，你说这么多人的比赛，偏偏第二轮他们要碰上。是啊是啊是啊、而且他十六强是重新抽签，重新抽签的，并不是说之前就已经排好的签。对，啊，太绝了。下边一招棋，古力又来一个斜的扎丁，这个我没见过。古力扎丁，那么当然李世石下一招走回去呢。大才，这个下边小球应该说是白棋不错。对，因为刚才他这个棋的位置就在高跳。高跳呢，就显然是强调对于这边还有中央的辐射力。对，因为他跳高的比这个低位啊，对于这个子的压力会强很多。所以在这一带呢，可能李世石的理解，他觉得我是强的。对对对对。但是古力这个扎丁呢，好像觉得就有点不同的看法。对，你想嘛，这个地方是什么呢？白棋等于是三打一的地方。最早是二对二嘛，但是你看这个局部，白棋是三打一啊。但是呢，古力在这个地方让你再走，这么大的地方让你再走，这也很独特。他有下一招的啊，他走这个。那么这棋有意思，下一招下这个。我觉得这盘棋啊，看到这一招以及这一招以及之后的变化，反正我作为我来说，我觉得学习我就已经很满意了就可以了啊。觉得很有激情，带来非常多的话题。后来当然李世石就直接表态了，表态了呢。是不是好不知道。这棋呢，实际上白棋也，它如果要灵动，像这种棋，这个也是比较灵动啊。李世石呢，有些时候他是，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个锄头一个坑，他是这样啊。小秋，我们知道这个棋呢，最松的当然有这个，跳过，有跳过，这个差一点。爬呢，他确实差一点。爬呢，你跟着人家走，他下一步走这个你难受。你这个不能动了，必须走这个，那他再撤回去。让你这个棋心再补的时候，你就没棋补了，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怎么补了。这个棋你看，你走这个呢，这个格局小矣，而且是人家还能顶，人家还能顶啊，顶之前可以先搬一下。好，那么你这个要补，这个要补，难道你补这个吗？补这个的话，这个
怎么受得了？就被人家二路点、走了那么多子还没活。嗯，你走这个，这已经有点不像样了。待会儿人家飞完了又走到这儿来了，他发现这白棋还没活，就发现主人走这个，这反正都不对，这形状不对了啊。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白棋还是要挺出来吧，要挺吧、但其实不然小舅他、如果白棋灵动的话他不走了就完了、到这儿了。我先问你，你不是问我吗？我也问你啊、这个变化就很多。我觉得他们给我们出了一个课题，嗯，就突然之间出了这扇门之后，一看这个开门见山之外啊，空气也很好，到处都是风景。你看他走这个你也很奇特，嗯，你怎么印？你不能印这个，印这个他再拽出去了之后那就不一样，不一样了、你要是印这个呢，那他拽出去仍然有点不同、你要是印这个呢，他跳一下接着问，待会儿这个地方他要撤军这样撤啊，就这个意思啊，有很多变化不说了、嗯、说一个思路，说一个标题就行了。结果李世石来印的，那么鼓励下一招给他来硬的，这个四川话说是来硬的，这个印的也挺棒、这样一来呢，我们发现在这个局部啊作战啊明显是鼓励有利，我人多啊，扎在那儿了，对啊，扎钉这个位置刚刚好，刚刚好啊、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带来一个话题，嗯，很有意思，我们接着看吧啊。两个人在这儿对强强相碰，二路班，二路班啊，这是个要点。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嗯，非常扎实。他等于拉开了，跨出去一步都不行，因为跨出去一步，有的时候你要收回来的时候麻烦。对。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序盘啊，独特的、漂亮的序盘，李世石这两个长，我觉得是失之于这个太执着。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煎好。哦，我想您要跳的话，是不是被人跳有个挖断？跳呢，它不是现在挖，它是盯着你，你是啊是啊。你比如他跟着你跳，先跳一会儿有个挖断。但问题是它尖。啊，因为它下边已经有一只眼了，尖呢便于做眼。嗯。然后从这一线出去，离这个地方远一点也好。啊，所以建议它尖，这个棋子的张力好像要好一点。对。我们看它的，它走这样。他单长，那么鼓励一跳，跳这个把关子也收掉，是吧？这很爽，看起来，鼓励都跟着他硬，跳了一下，然后跳一下，下一步就鼓励根本不理他，啊，这个扳，这招我估计下的比较快，扳在这儿，对，下的比较快，是不是一定要扳也不一定吧？你比如说跳一个行不行？也可以吧，也可以吧，也未尝不可。这个刚才这个子，你看这儿变成黑棋的势力，追击他，这块棋你没活。嗯，还有这儿你不敢下来吧？这个下来毫不犹豫的先把它断掉再说。断的方式他选择了一下，我觉得最黑的可能是这个。啊、尖断。哎，反正我肯定是要断了。对，跨断。套断还是尖断？再想一想。对，跨断也行，跨断因为你这个争不掉，远远的他这个子还有用。是。哎，所以这个地方显然不行。如果你这个不能下来，我们发现整个这个格局啊，是白棋在单跑。嗯，黑棋威胁着他右边做成实地，这个实地不是太大，但是他毕竟可以一手棋不花，嗯，变成实地，然后这个地方居然还是黑棋的势力范围，那全局明显这个鼓励的布局就好多了嘛，主动肯定是好啊，是的，不一定赢啊，但是明显是好的。嗯，啊，鼓励这个可能有点高兴了，下这个李世石下一招还是没棋走，作为高手来说，所以他就紧追了一招，他走这儿，嗯，他把头先给撇过来，撇过来，这个可能刚才黑棋应该跳、这个。那么走这个，鼓励也这个这一招棋下得高兴，他觉得跳回去，我这个地方又破坏了你的长或者跳，是吧？然后右边你又不敢下来，因此我一补，自以为得意。但两个高手一交手，我估计他这个也不一定花很多时间，嗯啊。但是他下棋本来就挺快的，对、这个有点放松了。是的，这棋呢，我觉得要补呢，是不是应该补这个飞起来？对，因为他下一步如果有机会，他要压的话，我还不一定要长，可以脱先。对，但是我长也是可以的啊。嗯、这第一，第二个，这招棋比较紧，这招不知道有没有，因为他不能搬，搬外面被一长已经一顺长，你没得走。这
两个断点要怎么补齐呢？对，你只有接这个，我就先冲出去再说。是的，啊，这是一个哈。嗯。还有，如果你搬这个不太舒服，这边也下不来，那么你走什么呢？这个要积极一些。后来我们看古力这个放松了，很快这形势就拉平了一下。对。居然没想着那个。白棋先冲了他一下。对他一挡。一拐。再一拐，再一接，这个是必须要硬的。不硬他就活了，同时也很大哈。嘿，这奇怪，下一招白棋这个断居然很重要。它断在这儿。这个我是没搞懂。这个棋形不是王老师刚才说要靠吗？还有刺啊之类的手法。那么省得你惦记，我把这些都先给他补掉。哇，这个好。你看这个，当然黑棋吃掉，说谢谢，我把它吃掉，叫吃。然后拐打。接上。对。白棋压过来。对，当白棋再压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个呢，他的孤棋变成外势了。变成外势了。第二个呢，这个地方啊，白棋压过来之后，黑棋有个景气二字头啊，这个形状不是太好。对，以后要出头的话，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搬不动可能。如果你搬不动，那人家这儿形成呼应。对。那么如果他这儿有势力影响整个左边这个环境，那么左边你就算黑棋，你说我优势，那么左边你什么时候能够进来？进来之后能不能活，就因为他这个比较有呼应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地方啊，第一个黑棋可能应该跳，应该把头争到这边来。对，现在我就觉得白棋把头争过来的时候，以后对于中央的辐射还是很厉害的。很有意思啊，哎呀，他们的棋经常带来思考。我们接着往下看吧。下黑棋跳，这个是必须要走的。这个再不走，这个有点大了，再不走被人家拐整过来了。对，下边一个棋，这也是李世石的风格。我们来看这个棋。小球，第一个呢，黑棋这块活了。第二个，黑棋这儿都跳了，这块棋问题不大。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三个子有多大呀？我们想问这个问题。将来他这个先手就要吃，你得虎。这三个子，就算你连骨头带肉全部吃掉，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二十四十五十六目棋。全世界没别的地方有十六目吗？比十六目大的多了去了。比如说我这个守个角哈，咱们不说别的，我就守个角，总比十六目大吧，是吧？对。比如说这个拆个边，是吧？对。怎么也不止十六目。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长、这个长到这个跳，看得出来李世石对于这个棋子的活力他的重视。这个我们中国古棋也是这样。就是范希平、施湘夏、黄龙士他们下棋的时候呢，也是重视这个棋子的活力。对，因为他确实，你这个棋子在某一种情况下，他弃子也是很潇洒的啊。在某一种情况下，重视了棋子的活力，这个发动机才能转。你看这块如果黑棋白棋死了，这个局面就转不了了。他如果是活的，那这个地方可以转的东西多了，将来他觉得我还有这个，这边还有这个，所以这又是一种理念。对，他觉得就是自己的棋子出来之后呢，连带着你很多地方你都是薄的，他不觉得他这个拽出来有多么危险，他没有这种概念。这就是李世石的风格。李世石的风格。虽然我想建议他暂时不拽啊，我们的棋友也可以根据这个来自己品味啊。然后我们接着看吧，他拽。那么黑棋这个鼓励是跳吧？对。这个鼓励真的太舒服了，所以顺便跳出来。然后随着这道棋一跳，你看两个棋的正中，如果被白棋一走就不得了，它全部连上了。对，你给它割开了之后，这会儿古力就在打一个主意。他们这年轻人的棋，古力也算年轻人哈，他在打这块棋的主意，就是似有似无，若隐若现，他就在想这个。所以后来他的问题手也出在这儿。李世石也是这样，经常是盯着人家一道外势。仅仅只有一只眼，他觉得你是孤棋，对，遥想着以后，遥想公瑾当年哈，遥想以后，说你这块棋没活，然后把人家这块棋吃掉的例子很多啊，把人家一块外势的棋吃掉的例子，他们两位都干了不少次，厉害。所以我看见这个，我噗嗤一声想笑哈，我说古力就惦记着这块棋，将来有一天不太好。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他们两个是高度相知，确实是。对，太了解了，都下了几十盘了，都连几年前古力结婚，李世石都专门到中国来去道贺。对，两个对手，对，两个人下完了相视一笑，很多东西都尽在不言中。对对对，飞出来。然后黑棋暂时是不是刹车了？对，这黑棋这个棋形呢，他可能觉得确实有点不安全，因为这中间是一个拆五的距离，如果你不补的话，人家肯定对，直接垂进来了。对，现在这边呢，白棋头已经出来了，你不太好攻它。没有，虽然它什么都不是，你看二四这六个白子
没有荧幕棋，没有一个眼，哎，但是呢，你现在拽着他没完没了的走呢，反正古力此时可能觉得形势还是不错，所以他就回补了。他回了一下，在这儿。你说真的从这儿跳出来行不行呢？就是天下大乱也不是不行。你看你走这个，如果他要跟着你走，你最抬杠的你还可以再跟着他走。你不是你的革命理想是这个吗？但是这个毕竟每一招棋都没目，你要白棋退无可退，从这一带给你进去之后就很乱。你说我也不怕你，你可以不怕他，是吧？乱当然很乱。所以古力现在呢，他这招棋是可能觉得还是比较稳吧，啊，先把自己守好。下边白棋下错先了，在这儿这是好手。这个点一个是行的要点，点完之后，基本上黑棋只能走这儿吧。对，这个必须的。啊，这被竖下来不得了，整块棋要有问题。白棋就拉回去。拉回来这个不能动。哎，这个你动是帮他的忙，只有弯弯绕补，然后他再补下去。对。这个补下去他就。已经脚上变成实地了，对啊，因为他搬先手啊，是的，而且这个头依然出不来，你虎我就搬住，有点怪，你走不动，对，而且你小心这底下以后这个味道有点不舒服的地方，这个死活能力不强的话，对人家这一问有点头皮有点发麻，但这个有的，是的，这是有的，你要走这个度他加过，你要走这个他煎过，对对，是吧？或者拖过，底下是有一些味道，所以刚才这个棋被白棋压过来啊，超出想象的。黑棋这个棋形有点拘泥，有点拘束，这种感觉。所以刚才这个黑棋这个抬头可能还是很重要，对对，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棋下成这样，我们接着看。黑棋在这儿，走了一个，进去，把白棋这个阵营给分掉。对，其实这招棋一进去，我们就发现什么，小球。如果黑棋仍然是自我感觉很好的话，你只要进去。你刚才那种自以为优势的东西啊，就不存在了。因为什么呢？你这块棋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你能活成什么样？你能不能活，都是问题。它就是这有外势的呼应，左边有开阔地，这个时候要谈优劣势，实在是太早太早。是的。因此，我感到古力九段这儿稍微有点可惜。如果仅仅追逐这一块呢，是明显黑棋好。白棋呢，现在拆二逼住他。对。然后黑棋大飞了一下，先伸了一下腿，是，这看起来好，似乎有一只眼，对，然后点刺他一下，对，这种地方是最考实力的，就是说这样的棋，力量强的人呢，就根本傻豆成兵不走了，你来吃呢，最后他活得比你还大，力量弱的呢，那就要丢命了，搞不好，是吧？对，所以下围棋现在的潮流是讲这个嘛。关键在于力量，对，有道理的。你光是像我们在这说的这么来劲啊，上去一下一个死活就是看错了，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根本不行。确实，那么黑棋这两个子呢？现在看起来显然是没有安定。接下来他要怎么处理这两个子？会不会像王老师说的那样，就搁在那儿脱先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第十届春兰杯十六强战的一盘对局，由古力对李世石。刚才呢跟王老师给大家讲解到，就是黑棋飞了之后，点了之后，这两个子究竟怎么处理。对，在这儿。在此之前的这个续盘到中盘的故事已经很好了，当然更好的在后边啊。我们接着看，黑棋在这儿跳了一个跳，好棋，以攻为守。白棋你看他也是以攻为守，他不是消极的防御，对，如果落荒而逃，黑棋陪着他连跳几招，那么左边的问题自然解决。是的，是的，白棋效率就低，这个发动机就转不了，所以他要走这个。那古力下一招这盯着冲断啊，用一个最高效的补法补在这儿，这个最黑。他有机会再扳着这个的话，那这个白棋就要哭了。对，这个木数已经一大把到手了，虽然是补棋，但是这也要补在木上才行。这招棋黑，那么李世石冲。挡住，咔嚓一下是吧？黑棋当然脚吃，这个不要打错地方，被一力出棋了，待会儿。然后冲断，这个以攻为守，双方都是想以攻为守。虎打，对，接住。
然后黑棋飞了一个，在这儿就这招棋，嗯，这招棋我觉得太过啊，太过，就是所以古力他是惦记的这一块，对，不是你就出嘛，这天元啊，跳出来，这个入府真正面现在正好是天元，一跳出去了之后，将来这个是你的，然后他一走嘛，就跟着走嘛，对。鼓励他黑在哪儿呢，他让你难受这个地方，他想要把我然后我要歪过去，他这个就是总是想要越过雷池一步，他想要更近，追求哎、啊、更高的效率，给他这一块棋增加压力，那黑棋待会儿你比如说你走这个那就已经要胜了，这棋因为直接飞这有个靠段、现在靠段有了这个子帮忙呢，如果这样下的话人家把你夹死了，对对 对, 对、啊有关系的，对他当然他飞一个是有追求的，嗯，但问题是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对，哎，这个就人物形象啊跃然盘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我觉得看围棋看到这个地方是特舒服，也看到这又是一种噗嗤一声想笑的感觉，因为就是鼓励他果然是惦记的这个，对，哎，你想我还要毛你一下，对，你让李世石在这种地方还要当官连接，那他这十几年跟你玩就是白玩了，太没面子了，应该走这个。一走这个发现有问题了，嗯，这棋小秋他是这样的，你当然是味道最好是补一个，是你看李世石这早就做了埋伏了啊，嗯，你还来，那你必须要走这个，将来他不理你了，他用的最好的方式呢是损一个官子拖，嗯，你一搬让他拖先不走了，对，你有本事你就来断吧，你看你是不是这样来断，嗯，你有本事你就来断，你来断我，你是不是把我眼还要给我打扁、啊、然后从我这儿挖通了，已经通了，这完全不会了，这两个抓了你这块全死了已经，对，所以黑棋这个打不着，他只能走这个、走这个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小乔这两个不是太亏，嗯，他需要做半只眼的时候他蹲你一下啊、你还必须破这个眼，对，他这个还变成好棋，这很气人吧，好，那么你吃完这个，那他从这里出去，你这有很多劫材，没错，你等于在十万火急的时候您落了一个后手，这外面一手棋被白棋走去了，人家走到那儿去了，所以这要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鼓励这个太过了，是这个叫欺人太甚，这人家肯定不会这么老实的跟你应一个，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挺有意思的这个棋、那么当然这个为了面子为了尊严你走这个鼓励根本就没看见不理你是后手，这一手棋先把它争到再说，那里先不管了，先搁那儿了、很精彩啊，他们精彩很多，有些东西我们就不能说得太细了，是的，这些都是双方很清楚的妙手好手来吃，那当然提这个是要先打然后再打，劫财便宜一个，你接再一提，这个接没法打，六亲不认，他要薅了全死，只有接一接，然后人家吃这个是吧、马上哎，是马上打的吗，他先靠、先靠，李世石先靠，对，这个中间让你来加，你加完了之后这个劫更打不完了，是的是的、那么古力一看只好回防，嗯，回防尖刺，好，这个时候他再来打吃这个，这个劫越打越猛啊，你硬不硬、你硬他给你玩这个劫，劫材他已经数清楚了，他已经数清楚，随便一走一冲这些都是劫，那么古力是想好了，你走这个我是不理你的，嗯，那么下边一招棋黑棋是提了一个，提了一个，他把这个抓了，白棋把这个抓了，今天转换，突然发现黑棋团住，吓死了，这棋我一看我吓死了，我这心脏都受不了，好，黑棋补一个，嗯，这样黑棋把这一块全部吃掉，对，漂亮哈，对，这转换，这突然这个转换就发现这个怎么成这样了，棋跟刚才完全是不同的局面，对，这个我们大家看这个棋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广大的棋友当中也有一部分水平不是非常高的、那么看到这儿觉得哎呀真是精彩啊，但是要是深入进去的话会发现这个黑棋亏多了，这棋我看离输都不远、这个棋主要是刚才这步飞在这儿、造成的这个后果，对，如果说直接跳出去的话那至少局面还是很漫长，评估一下目数大家就知道了、一人你看黑棋吃这条大龙还挺大，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十四二四四六四八，加上白棋成的目五十目棋，对，黑棋的收获五十目，而且味道不好，劫材不少。这个地方呢，刚才黑棋全是空，你看它是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这已经二十五目以上了。现在白棋给你一薅，你二十五目全部没有了。然后他成了多少呢？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二三四三十五目。嗯，这个转换粗略的评估，黑棋亏了十目。
你说这棋怎么玩？而且呢，这个接下来啊，白棋还有一些后续的这各种的什么小便宜啊，对，小刀割肉啊，小刀割肉这让黑棋很难受的地方。我们接着看，但是后来更精彩的在后边。哎，我觉得这个棋太好了，他们两位所以是好朋友。是。对棋的理解、认识，还有双方斗力的时候，跟我们古代范希平诗仙下那种故事有点像，嗯，有点像，挺有意思的啊。白棋要补一个，白棋藏一个在这儿，这也吃劲了。对。那黑棋赶紧回头把这个赶紧回来，还是要补。嗯，就那边已经有点补不胜补的意思了啊。那白棋提一个，问个应手，必须接。这个力，小李下的太高兴了，这招损了。这个应该当劫材，应该留着不用。嗯，如果不需要特别好的劫材，随便一踹，黑棋只能走这个。这个目数也是这个好。对。嗯，小李下高兴了，走这个。那么鼓励走这个。还有辅助。还辅助。对。挡住。又点了他一下，又点了一下，先把这个官子该收的他好像都收了，他补住，他搬这个，啊，搬这个是吧？嗯，然后呢，不走，尝了一下，尝一个，是应手，这是不是尝一下？把这个也加了，加妙手，对，但是我们具有一定棋力的棋友有这个感觉，这个加不能动，一拐他一断，这就出事了。对，由于白棋这个力是绝弦，你必须破眼，所以他这个长完了之后有一小尖，这黑棋气紧不行。对，啊，哇，堂堂的鼓励，堂堂七尺男子汉，人家一家只能退这个，这很屈辱，确实。然后人家一叫吃，哎呦喂，这还要接。然后就小李有点完全不会了，把这个尝了，心想。啊，因为十番棋它是2-0领先。对，是的，是的。在这盘棋之前是招商地产被对抗，他输给古力了。嗯。那个古力活动开了，非常好。而且这盘棋下完之后，马上就是后天，就隔一天了之后的第二天，他们就要进行十番棋的第三盘。对。那么这盘棋的胜负，我想肯定会影响当时那个第三盘的心情的。对，因为他知道，就古力虽然输了他两盘，我记得十番棋输掉之后，对，好些舆论还在议论，哎呀，这个不能再输了，一输0-5，0-6怎么办啊？但是对他们来说，怎么可能呢？问题就在于这个心态啊，小李是知道。不能让古力喘息的。对。那么，古力当然也必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确实要。上角这一带是实控的话，白棋全局实控都不差，何况您还有一块棋根本没活。他一点一点的先把你这个回家的路啊，看着好像有点越来越远了那意思。对。对，连扳。那么下一招棋，古力肯定一秒钟都没费。先点。一定要先点。他现在巴不得有事儿，因为按理说这一招也是有可能的。哦。啊。挖吃下去，但是小李可能怕古力六亲不认，把这个给你吃了再说。这个就又形成另外一个巨大的转换。对，你把这个提了，他把这个再占下去，你拔一个花又怎么样？是的，不一定怎么样。嗯，好，那么他一点，小李这下就很配合，接上，接住，下一步一叫吃，这招棋很纠结，白棋的下一招很纠结，这是大有文章的一招。嗯。这招棋呢，第一个小球我觉得是优势到胜势，在过渡的时候，这招棋应该接上。我以为他总是接上的。对，我完全没有感觉他会下别的，就当时看的时候内心的纠结，我完全没有想到，没想到啊，没想到。那么他呢突然意识到，就我是这么细说啊，其实人家早就知道，突然意识到劫财多啊。嗯，因此这个当然打劫这块棋你还没活，这个更好。是的，但是一旦做劫发现我刚才立这个干什么，我不是白白亏了三四个劫吗？3-4-5-6个劫啊，劫财你看嘛，一个，是吧？嗯，两个，三个，至少亏了三个劫财。对。所以又纠结于，哎呀，刚才浪费了。但是确实这个地方被鼓励一点呢，他又不愿意接了，因为您这一块还没活。他不想接是吧？对。所以在一种纠结的心情状态下，
李世石下的这个。他胡打，他可能觉得这个劫财还是有利，他还够，他这地方的本身劫非常多，是还是够，但是他觉得劫财有利，你要打击刚才你这个浪费组织干什么？你我们后辈200年以后的后辈来看他们的棋谱的时候，就说哎，你刚才干嘛走了？你干嘛走这三个、啊？是吧？有意思、啊，确实，嗯，我们接着看吧。他胡打非常漂亮，打劫了，然后黑棋提劫。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棋，跟广大棋友。这个交流哈，我觉得他们的棋跟现在这些年轻世界冠军之间的棋还是不同，确实不太一样啊、嗯。这两位还是，哎呀，真是很难碰上的。白棋立了一个，黑棋搬，就这一代本身劫非常多、嗯，基本上黑棋还是要被打的接回去。对，黑棋跑不掉，还是只好接。对，但是他就是说黑棋接回去了之后，将来这个地方是一个白棋永远不会接，黑棋也永远不会去提的地方。那么他接着成这样，对，要决定他的前途啊、嗯、还是要看劫财。是的，所以归根结底呢，李世石在这个地方下的心里不是很爽，真的、嗯、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浪费了劫财，他不是很爽。我倒是觉得白棋刚才接上是完全接上嘛，你又不是苏棋，你为什么一定要非得胡打一个打？对，他也是表示对古力的尊重、嗯、我觉得是，真是，我有的时候看他们的棋吧，我觉得小球有这个感觉，他就全力投入一盘棋的时候，实际上他不是在100%的想我这盘棋要赢。对对，根据对手的不一样，根据氛围的不一样，确实是一种艺术的追求。嗯、某种程度，觉得这个棋应该这样想。某种程度，对，就他们俩过一下就知道，对于对手肯定要表示足够的尊重。嗯，哎，你这棋要下到最紧。对，也不是，也不是，就是有可能的时候，他要用他的招法来表示。我尊重你、嗯、啊，你的痛苦我理解，也这一类的语言啊。行，我们接着看吧。白棋贴一个，一贴在这儿，嗯，长一个。对，下一招棋又是很有文章的一招，这跳这个小李是有点完全不会了，这个棋确实还是他优势。嗯、小秋其实，如果他就跳这个，你怎么办？你怎么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怎么连的？我肯定罩不住他，我自己得先连上。你怎么连？什么地方是一个形？这个是歪的，这个也是歪的。那我就干脆这个是损的，这个他搬了再一顶你走了，然后这不是还要冲断吗？那怎么办啊？那就是可以等你。第二个呢，他也可以尖啊。四一个我得接上。那你接就被他便宜了，你只有二路拖，我觉得。拖这个。对，你拖他没关系，他就搬。嗯。那不还得接？你还是没活啊！你挤他就接嘛，你也许可以接嘛。是的，你接，然后他再走这个嘛。嗯，因为关键这盘棋下到现在为止，他的尴尬在哪儿呢？就是数现成的空，黑棋都不赢。对呀、啊，如果说这几个子逃出来的话，那黑棋中央，对呀、啊，这个子一旦被切掉，那木肯定是不够了。对呀、啊，双方就是数现成的空都不见得好、啊，那何况未来的都是白棋的天地。没错，好，我们接着看看他这个故事太好了。这个时候应该是白棋比较好下。对，古力坚决跟他拼。拐跳，嗯，这块棋搁着吧，来吃吧。嗯，你觉得你能吃得掉，那我就认输吧。对，将就这个画面。嗯。然后我先给大家说他后边他的故事是什么呢、嗯？在攻完了这块棋之后啊，古力这个算拖的第一手先吧。对。这块棋他总共拖了三手先。太厉害了。在白棋重重包围之下，他拖了三手先。嗯，那么这个故事它气人在哪儿呢？小球，就是过去小李用这样的方式把他的对手啊气死了不知道多少回，就我一会儿请你来吃吧，嗯，你力量不够，吃了半天他脱线还是活的，嗯，结果古力这回把他狠狠地气了一次，脱了三手线，最后活了，跳出来能活了，哎，然后我们接着再看白棋小尖，你看这个棋完全不会了，你如果是复盘研究的话，说白棋我不会下围棋，我走这个，你怎么活的？不知道也没活啊，是吧？接着看、啊，挺有意思。他飞过来，你如果黑棋是活的，白棋这些全是单关啊。是啊，他不知道应该怎么下了，可能已经不会了。就是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故事最好。嗯，哎、靠了一个。靠。这招棋也是，就是说，完全不会了、啊。他应该先靠。对，他应该先走那边。先靠，随便你黑棋走什么吧，他将来这个因为是单关。你最差最差，你干脆接吧，嗯，然后看他怎么马两个眼，也是一至少接下来我呢可以这个靠死你或者跳死你，对对，关子至少可以吃一个，对 啊，就这意思。然后我们看他，可能他觉得这我一靠你是怎么办的，结果发现人家还
办得挺好，不但有办法还挺好。对，但据说最后李世石的后悔还不在于这些地方，啊、不在于说鼓励你这块漆根本就没活哈、嗯，因为他也自己经常这样下，是，对，就是因为形势所迫嘛，一块漆就是不理你、嗯，你再走他还不理，最后他活了，他也是这样的。你看他这个家是好手，是的，鼓励这道漆如果随便什么一般，被人家一长就漆下来了，也又不能动没法下了已经。就鼓励根本是对这个地方非常敏锐，架、嗯、他长的时候一锄头挖断。这四个子呢，如果说你想跑出来，你只能这样跑出来。对，跑出来这后果，你先把这两个子先弃掉了。对，但下成这儿白棋就后悔了。你看、他应该先下这个，因为就算吃这个嘛，嗯，他就吃这个嘛，你一长嘛，他就滚包嘛，他就滚包。如果没有这两招的话，他这个滚包，你这块棋是怎么回事？这个棋都没有啊。那我已经差不多了那他简直要补在这儿吃呢所以小李的后悔啊，我估计他的次序没走好，这个还有跟这个就前后他的这个韵律和节奏啊、嗯、自己乱了之后啊、嗯、就那就不好办，他很微妙很但是他肯定觉得这棋我还好还好优势确实他好、嗯、这个变化不成立了，那么鼓励一锄头一挖得不能动了暂时、嗯，那回过头来还得来攻这一块，继续简直被气死了。提掉结束。所以围棋当中有的时候进攻，我觉得对我们棋友的启发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还是比较辛苦。嗯。那么反过来说呢，对我们现在年轻职业高手，他们都是进攻力量很强，嗯、这一点呢，我们要表示足够的尊敬。对。因为很难。对。第二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多了一个。假如我一块棋很苦的话，对方来攻，我们各位可以从他们这儿学到，我再脱先。这个思想就解放了，我看你怎么吃的。当然你是得有把握，有一定的把握，你别人家走一个你就死了。把握谈不上，小球我觉得主要是理由。嗯，就是我呢形势所迫，我没有功夫去补了，那就脱先。嗯，先脱先了再说吧。要不然你很纠结，人家一攻你就跟着跑，让从头输到尾，那就没意思了。对。然后黑棋先挖了一个在这儿，嗯，再吃。对，这个白棋，哎呀，他等于下法就等于不要太多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会算是一招？他会不会先到那儿去？对这一类的吧啊，但是他仍然是这样。然后黑棋加了一个，嗯，这个时候呢，白棋拐到这儿最稳，对对。他想先吃两目数，这个再被人家拉回去，待会儿人家再顶你一下，太没面子了。但是这样，但黑棋还是没活啊，已经很舒服了，还是没活，亏了一大把了，这被黑棋都唬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这儿。活活气死，这不容易，吃棋不容易啊！你会发现攻击一块这个看起来半死不活的棋怎么那么困难？对，很困难。嗯，黑棋先靠了一下。嗯，白棋呢？现在这块棋，黑棋怎么做活啊？颇为成问题。但是不理最好，你要鼓励咱找出个干脆把这个接着。我先把上面的木子先给吃掉。真是很高兴，很想笑，就是会心一笑。虽然这个是春南杯世界大赛。也许这盘棋决定了本届的冠亚军，嗯、也许啊，但是你看到这，你不觉得应该会心一笑吗？鼓励干脆就不理了，你来吃，太有意思了。这小李，果然，你这不搁着吗？没有，他问题不走这个，你也没有演，对、啊，这个、很怪，也没活。你走了这个，他也演也没有完全灭掉、嗯，但是他主要是又下不了决心来吃这个，吃这个，因为这个形状实在是太怪异，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有这个。他这个呢，只要黑棋。只要能打到这一下，嗯、他急打完了这个有一段，有一段，所以呢，他一道虎是活的，是活的，对对对。但是你一打这个的时候，他再飞进去啊，你这个有这些，对，他这有一段，哎，很难，所以他先靠了他一下，很狡猾的靠了一下。看他的吧，看他的吃，就最后有一个小李要哭出来的东西，急打，嗯，他就先并回去，让他是、嗯、这个底下的眼先圈住，太有意思了，这期，省得你急打完了，急打完了这现在有一段，他至少可以断，对，他还是有道理的，是的。然后白棋就在这一带开始找棋，他拐打。这招棋，我觉得看到这招棋呢，这盘棋就精华已尽了。啊，对，就精华已尽了。局后就也听他们说、嗯，小李对于别的都没有什么，就对这招棋特别懊悔。怎么了？对，他这招棋啊，这是天造的最好的棋，对于他来说、哦、信手拈来的，他居然没下出来，他痛苦不已，就点这个。点这个的话，他黑棋不现在不能硬到这儿去，硬到这儿，硬到这儿，他活了，还活了，这不行。所以就最强的硬法大概只有在这儿，只有在这儿啊，在这儿，你说他劫财多了多少枚？
他一目其不损，多多了，因为你这个班是先手嘛，他走这个你走这个嘛，一目其不损，你说他多了多少劫财？关键这一点点的大高手鼓励啊，这个浑身酥软，人就是没法弄这事，你只有走这个，确实这已经一枚劫财，这个劫财没损，但是呢待会儿这要损两目棋，是人家一搬损两目棋，您这个没搬着，你要搬着了那没用这招棋，他就是说你没搬着的时候他一点这个，哎呀，如果是形势再糟一点啊，为了表示对棋谱的尊重，人家点这个黑棋就有认输的心情，因为我们的棋谱要流传几百年嘛，就非常妙这招棋。但对小李来说，这个棋太简单了，他这个没看见啊，是局后听说他最后悔的。他没看到，就输给古力没关系。但是我这招棋没下出来啊，我受不了。这是对自己技术的一种侮辱。你看一点，没有下出来去。我们来看一下，他这增加多少个劫财小球。他团在这儿，团这个第一个劫财增加了，然后点必须点，然后两个、或者你藏这个也可以，藏这个，然后他就铺嘛，他铺一个，那也差不多，两个劫财、然后提掉，你提然后再铺三个劫财，你再一提吃四个劫财，凭空增加四个劫财，那这个劫你还打什么呀？那打的差多了，对，但是那个打不打都是一回事，这凭空就是说无中生有增加四个劫财，这样的妙手没下出来。那你说对于顶尖高手来说他多痛苦，他绝对是应该点一个找劫的，就是说这个棋形。由此我就在想，我们棋盘上啊确实是他招法背后的故事啊，如果你不看啊，这个是了解不够，包括现在你比如看我们古时候的古谱，它留下的文字资料不多，如果你不能投入的看，像这些故事你都根本都不知道，人家恨不得说这盘棋的输赢我根本无所谓，就是这招棋没下出来，我当天晚上没睡着觉啊。那就是这种故事。就以小李的水平来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应该犯的。他最擅长的，就是他最擅长的。你看，我记得有一盘棋，他赢赵志勋嘛，就赵志勋认输了，就是大概得七八年前，他还小，世界大赛是不是也是春南杯啊？跟赵志勋下嘛。就是赵志勋认输了，小李告诉他你那儿一路有一个点，哇，赵志勋简直是目瞪口呆，就是类似的这种东西。那有点像，有点像那个就赢棋认输了是吧？只不过他那招没使出来，不是绝对赢，但是肯定是优势啊、肯定是优势。就老先生，过去的天下无敌的，一认输，小李悄悄告诉他你那一路有个点，就是这一类的。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吧。他白棋呢直接就拐打了，哎呀，看这个棋谱，这里面只剩下一个劫财了，就是说在这儿，然后提劫，黑棋呢先加了一下接住提打吃，这个都是现成的劫财，其实白棋劫财还是挺多的，白棋仍然是赢棋，对，问题呢黑棋它可以挡在这儿，然后等到他搬的时候呢可以先搬一下，这样子呢这个断就化解了，一会儿我就可以吃了，从这儿断了，所以这个生死还是不成问题，然后黑棋靠的时候呢白棋就转战到这儿拐了一个，黑棋又提了一劫，然后他在那儿拐冲，太好了，提劫，然后接下来对，如果我们时间不够就写意就行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是说到呢我们看这盘棋就没什么遗憾，接下来我们能够摆两招摆两招，因为他一下这个招法太多，一场古力这块棋是胜利大逃亡，肯定活了，但是这个棋呢到后来小李认输，实际上只输半目，对，输一点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盘面八目，他就是被气死了，是就算了不输了不输了，这棋就不输了，被他自己气死了，是的，哎呀，很有意思。这个，哎，他是不是把这个冲下来了？对，这劫呢，后来还打了一阵，就是说后来呢，白棋把这个冲了，然后呢，提了之后呢，这招法太多了，各位看。白棋后来呢，就打了几下，然后就下成这样，基本上对，非常精彩。长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前边的故事讲的有点多，对，后边时间有点紧，长了一下，大致上就下成这样，然后呢。后面呢黑棋把这个虎回去了，连回去了啊，连回去了之后呢这个劫呢白棋也没沾，就中间冲过来了，对，然后黑棋这一飞，一飞白棋还必须要挤、白棋挤一下，黑棋顺便一虎你冲过来了，对，断打，对，古力这个打得早了一点，但肯定是读秒了、然后再冲回来、把这个子连回来了，对，因为他这儿有个拐，有个夹，就这样的棋、是的，
后来这还挖了，是吧？那个人也立了，也挖了。他打劫打过了都。这边立功。嗯，白棋挤掉了。嗯，这样的。嗯，这就写意了。后边因为这个造反，我觉得我们的棋友也不会有意见了，因为这个夹住他时间不够了。哎，后来相安无事，他也是连上了哈。大致上就下成这样，然后这个劫呢，最后的结果是黑棋打赢了。嗯，他打在这儿，然后他提了，从这儿把他击打打死了。嗯，然后这个扳瞻也是黑棋扳瞻着了。那个是黑棋的权利。对，大致上的最后的结果呢是，就下成这个，中间这个模样就下成这样了。嗯，很有意思的一盘棋。因为按理说应该是数子的，因为是盘八的棋嘛，指数半目，因为是中国规则，贴三有三四分之三。对对，指数半目啊，但是四分之一。小李他投了了，他最后很清楚啊，我真的小乔我很佩服他们，就是在最后三很紧张的时间当中，这个目数能够数得这么清楚，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不是一般的活儿啊。也许有的棋友还会觉得困惑啊，说你不要装了，不是装。我也是职业棋手，但是我这个数目要数清楚，我非常难。对 我过去下的时候我就数不清楚。我自己摆的时候，我数了大概将近五六遍，然后终于把它数成了盘面八目。我心想，这其实盘面八目一定得数到八目才对。对。然后数成七目，它就错了。对。所以说这个棋最后小李既然是投了了，他肯定是觉得很愤怒的。嗯，他是对自己生气，他跟古力关系好，确实不太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吧，主要是这一点啊。王老师，这盘棋总的来说还是下得挺精彩的，非常棒啊。非常棒，确实就古力这在这一代转换显然是吃了大亏。那么吃了大亏之后呢，他一直都下得很绷得很紧也显但是小李呢有点不会了这棋下的。对对对。我觉得要说一下呢，李世石的形象，这两个长三个头，这个是一个人物形象。对，古力的形象呢是这一招棋很幽默，从这个扎钉到这个尖冲，然后贴下来，硬贴下来，这是古力的形象，下得很好啊。然后就是这个飞，这个他们彼此太了解，然后，哎呀，这个简直是逼得人家没有路可退。没错，也可能古力有些误算。就形成转换了。对、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古力呢执黑中盘战胜了李世石。好，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